周末，你把我衣服拿出来什么意思啊？哟，这不立夏吗？还知道回来啊？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吗？周末可是我亲弟弟。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再也不来，我宝贝弟弟可要被欺负死了。就是姐，他欺负。我要过来住几天，我不喜欢有外人，所以我让周末把你的东西都搬出去了，你自己随便找个地方住吧。咱们从初中起就是同学了，寒窗苦读十年，从山里考到大城市，你犯不着为一个才认识两个月的什么妹妹把男友都丢了，她一套房就跟我们少奋斗20年了。张教授两老夫妻啊，人真的很好，培养了不少医学系高材生呢，你要是跟着他们呀，说不定还能治好你的小脑袋瓜呢。姐姐不要东东了吗？是不是东东不听话呀？以后自己做饭我都可以来。